为了解决违停乱象，合欢山三座收费停车场今年儿童节正式启用。不过，其中机车收费每次20元，缴费闸门却只收10元硬币，尤其是上山没带够零钱，只能受困。不要去限定5元或10元了。刚好身上没有零钱的话，可能就出不来。看能不能用，比如说百钞啊，或是来配，现在也很流行。1元、5元、50元硬币全都拒收，没有100元钞票选项，也没有对币机。一名机车骑士破网抱怨。引起热烈讨论，相同遭遇的苦主纷纷跳出来留言。有人说自己受困停车场一个半小时，差点被20元逼死；还有人说身上硬币就一颗10元，还好有好心人愿意跟自己换零钱。因为地处偏远，之前电力跟设备不是很稳定，所以就先以投币方式来办理。改善做法哦，就是我们在新增那个悠游卡的一卡通的设备啊。那如果说信用卡这些其他可能还要再延役啦，因为在山上的状况要新增那个设备没有那么容易。除了增加多元支付方式，委外的停车场业者表示，未来也会增设对币机和对讲机，盼能真的改善上山骑士的不方便。记者曾如岑南投采访报道。